将会有队伍面临淘汰。在这么紧张的一个氛围下，真的只有更强的人才能把这些机会把握好。我觉得把这个地域的特色表现得很明确，然后舞台的调度都很好，包括这个道具的使用都是很巧妙的。但我还期待还有更甜的一个。对啊，更甜一点呢。多甜呢？啊？我也不知道。是啊，你看那个豆豆他们跳爱情就那样。嗯。腼腆一点挺好的，挺好的哈。然后我觉得是整体的画面很好看，然后起舞每个人也都很突出，对，整体还是挺喜欢的。我觉得整个作品是行云流水的感觉，而且我是在这街舞第一次看到跳 house 了。包括其实有一些音乐里面它是重的一个 beat， 但他们用很轻的一个方式，可能一个 wave 去做，我觉得这个结合的方式是比较不一样的。而且其实他们是有特别去，就前两天探班的时候他们特别有去学那个茶艺，然后学习怎么倒茶，但是他们最后没有选择用真正的具体的这个茶壶或者茶碗去呈现，但是我还是可以感受到他们在这个音乐里面和舞蹈里面呈现出这个茶艺的氛围。对，那种歇斯底里拼了命豁出去把这一段跳好的那种情绪是打动我。当一个团队的情绪跟状态全部都凝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特别直击人心的。这场 battle 看得特别感动，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觉得所有人的这个斗志都被激发出来，我觉得这才是年轻该有的样子。辛苦了，谢谢，谢谢你们所有人在场的舞者们。周翔这一组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他们这一组分数其实差的比较多，但是他们在 battle 里面还是一直在坚持的把整个情绪拉到最好，没有因为分数低就把自己的状态卸下来。到最后大家都体力已经达到极限还不放弃的时候，那种凝聚力突然在那一刻爆发了。经过刚刚和思维队长在战略间的商议，淘汰的名单如下：周以翔队乌天克斯，周嘉欣老大 Anissa， 小君君Anissa，他是唯一的 Afro， 但是battle 里面可能也没有太看到，没有看到，而且这次作品也不是很好，也很可惜。其实周嘉欣也不错，周嘉欣，但可能没有郑浩东好。我觉得郑浩东他是所有的 B-boy 里面，就是你看他跳一套下来是没有断的，没有停顿点的，你就不会说是做完一个招之后再来几个 top bra 然后再继续下一个部分。他的所有的 flow 跟那种钻啊，那种连接很顺滑，很好，所以我觉得他这次今天表现的都很好。那周瑜翔、于磊和小君君，想要留哪两个呢？我周瑜翔、于磊。我也是周瑜翔、于磊。我比较可惜一点，因为小君君我们真的没看那么多，但我今天看于磊跟周瑜翔，我还蛮喜欢他们的东西。我觉得就这么定。周瑜翔、于磊、郑浩东、Bad Machine 和郑浩东。编舞师也挺可惜的，小君君。哎呀，这残忍的决定。It's okay, it's okay. You did great. 接下来到我们的队长队。我们靠得紧密，如果我是苹果你就是地心引力，他的吸引力加力并成为你，随时随地我们的爱不用刻意隐蔽，我的愿望就是占有你的一生，我想我们的爱不会整个祝福递增，你是我眼里最迷人的幻想，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不再感到害怕，将你拉住我的衣服紧握，不要放我那一刻我的心情就已经开始起飞，开始冲击明天醒来不用牵着你的手，直到你把我放在心里，第几位会的干枯和右手，不要各种热火带着孤单，就只有站在蓝色的星球守护你的优雅，在若干年后，白头发的帅哥可以邀你跳出。
刘雨昕队长。好久没有经历过这种 battle 的氛围了，然后感觉就是真的是回家的感觉，回到曾经跳舞的感觉。我觉得可以多有一点这样的机会，然后大家都是热爱街舞的人，所以未来希望多一点机会可以这样玩。 Respect。 我觉得这个氛围真的是一起大 party 的感觉，跳舞是一件非常开心放松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去做这个主题的一个宗旨。我觉得是一支特别 hip hop 很纯粹的一个作品，而且没有用很多花哨的编排，干干净净的。我也很能感受到这种 hip hop 的氛围，包括其实小鬼也是之前也是 hip hop dancer， 所以他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的融合度是很高的，然后跳得很好，谢谢。雨昕。我想先问一下豆豆的那个身体好点没有？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嗯、好，就整个作品看得很开心，整个画面过程不光有冲击力，然后有不一样的甜蜜的兴奋点，整个作品我觉得很完整。希望这个整个是真的。期待 Yuki 的四川话。他上次录过了四川话。哦、oh, 对对对、都替他说话了呢。我觉得是技巧满分，搭配很好，而且其实知道赞多跳 house 跳得非常好，中间有一个他们搭配的一个技巧吧，是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的，我觉得那个设计很厉害，滚来滚去的那个、对对对，那个很厉害很厉害。对对，其实 Zikins 滚来滚去我觉得是意料之中，但是赞多一起滚的那个，哇，三个人一块滚啊！对对，他的滚不是普通滚的，是抱着大腿滚，然后另外一个腿会勾到里头，然后再滚，啊，好难！你可能滚不出来。对对对，王导肯定不行，这没试过不知道的。这个我觉得王导可以试试。我是另外一种滚法。我觉得有可能你会更顺一些。我肯定比他们顺啊。首先是三个人，三个不同的舞蹈风格，而且我觉得本来Gumball现在的舞蹈呈现方式就是很适合有表演性的，所以我觉得这次有发挥出Gumball的一些优势吧。然后其实像马东杰确实没有想过一个 Popper 去做一个托举的动作，我觉得还是突破挺大的，
而且我觉得陈潇就是一出来的那个整个画面是很漂亮的。对，谢谢。我如果没看错，有那个 bebop 的设计嘛，有那个 house 和 tita 的一些设计，我觉得是很巧妙的，而且把跟红哥的这个有一些健身操的动作融合在里面，然后整个状态非常的轻松自如，我觉得也很符合我爱街舞的这个主题，我是很喜欢的，谢谢。能把这种生活中的一些感受做成一个作品，我还是挺喜欢这个方向的。高廷宇中间就是后面出来的那一段，其实也不会觉得突然一下，哎，怎么会在那里出来？就是运用的还是挺巧妙的，整个作品很欢乐，很欢快。哇哦，哇哦，萌姐可以横跨各个领域，真的是，所以非常期待她这次在这个街舞里面的一些作品。雨欣跟萌萌是认识的，对不对？对。第一次，哎呀，看萌姐跳这么多舞，说实话还想再看一遍。真的，真的，真的，觉得这个作品来说，其实看完之后觉得亮点很少。但是中间有一些那个速滑的两个动作还是用的挺好的，对。不是这么严格吗？是不是很严肃的这环境？完了，今天录完了，转以后也别太熟了。你这么严吗？我们这节目有个特点，就包括我们那个大师团以前他们之间彼此打分的时候都是这样，就是关系越好越严。哦哦，那就没有关系了。其实我们俩也不是很熟，大家说是吧？对，关系越熟其实要越就是观看作品嘛。观看作品的话应该分高一点。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舞真的是太难了。就这个谁会跳？对，这个动作其实很难，是我自己一直练都没有练熟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啊。萌姐可以把它完成好。行，前面这个话其实不用要，就要这句就行。谢谢，谢谢刘老师。谢谢萌姐。来吧，对，五个，OK， 我们先一个组一个组来吧。嗯，从豆豆组五个名额，对吧？五个名额，豆豆、Yuki、昂昂、仔仔、周瑜翔，我赞同，五个，我 OK。我也赞同，那就定他们。对，这五个 OK 过了。然后 Carton 的话 ，Shadow、Kuka、Carton、Rice Bowl。我是 Kuka、Carton、忠诚、Rice Bowl。其实就是在 Shadow 跟忠诚之间。对，就不明白这个 Shadow 跟 Kuka 在想什么。主要是 Shadow 没出，所以我会偏向于忠诚。我也是偏向于忠诚。那我没得说了。那就不要 shadow。 心疼是吧？我们是不是还有两个名额？三个名额。那就在马东杰组还是马东杰组里头？我觉得不能少马东杰和 Bad Machine。 对，嗯，他俩一定要留。对，如果按作品来看，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shadow 的。这样吧，咱们变成 Rashbo、 忠诚、 Carton、 Kuka、 Shadow 五个人，就等于马东杰那组呢两个，豆豆那一组五个人，就这么定了。 Shadow OK OK 好。这种难过的这种时候总让我们做这种决定，烦死了。没事，你们好好放松一下，结束之后。好，而且还不是继续练，继续练。你们当时淘汰什么心情？什么心情？一定要比这一次更好，因为这里只是暂时的。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主题。本来街舞就是需要全民一起跳的，所以我觉得有不同的领域的各位艺术家们、老师们能够加入到全民街舞当中来，也会让更多人了解到街舞，也是对街舞来说很好的一件事情。